为了展现文兰部落泰鲁格族的文化意象，寿林乡公所在文兰部落新建社区入口意象，由泰鲁格族狩猎妇女编织和祖灵的眼睛，让游客乡亲进到文兰村的时候，就能了解在地的族群文化。秀林乡最南区的文兰村，9×9为泰鲁格族的族人所居住的好地方。秀林乡长王贵上任之后，就积极营造社区的活力、健康的文兰部落，并且编列预算来新建设置属于泰鲁格族的入口意象，并且在部落周遭来设置泰鲁格族狩猎的情境、妇女编织的神韵以及祖灵的眼睛，来展现部落的文化特色。好，我们文兰村的门面尤其是我们的图层，能够美化在文兰部落，尤其是你看我们从南边的图层也陆陆续续都在做了，做的是让我们文兰村活力文兰、健康文兰，让我们自己的图层能展现在自己的部落，再次也是感谢我们的王玫瑰乡长，每一年度的部落的基层建设，都很关心我们文兰村。在这也是谢谢我们蔡代表的协助之下，争取这个经费，能够让我们文兰村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漂亮，让我们自己的文化展现出来。好，今年我们公所那边也是在规划我们文兰村的那个图层，以及文兰的北边，还有我们苗湾，还有我们崇光，这个入口意象目前在规划中。今年可能也是要试做中了。文兰村长田文才相当感谢秀林乡长王玫瑰和秀林乡民代表蔡培火的用心经营地方文化，不仅让游客和乡亲进入到了文兰村，能够了解当地的文化之美的意涵，同时也共同营造活力、健康、美丽的家园。记者 Johnny 徐翔报道。